夏天正是吃芒果的好时机，尤其台南御景的爱文芒果又香又甜。趁着暑假即将来临，除了到台南品尝芒果，西拉雅国家风景区也规划一连串的活动，让游客有的吃，有的玩。芒果口味的刨冰配上新鲜的爱文芒果，上面再加一球芒果口味的冰淇淋，夏天来一碗真是又香又甜又清凉。除此之外，台南御景还有芒果干、芒果凤梨酥等芒果制品。我们在6月30号办一个宣示性的一个活动，也就是说向全国民众宣示台南的芒果熟了，同时可以来这边买芒果来吃这个芒果冰哈。到台南除了吃芒果，西拉雅国家风景区设计一系列跟芒果相关的活动，像是这个让情侣隔着芒果亲吻的爱吻芒果活动，就是比看看哪一对双唇亲吻芒果的时间最持久。只能用嘴哦，然后呢不能用手，到我们双颊，只要你撑最久。我们有一个爱吻芒果 Kiss99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因此可以结成连理，结为夫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，我们会赠送3样非常好的赠品。台湾第一棵爱文芒果树就在台南御景的斗六仔诞生，看来现在还能透过爱文芒果带动当地的观光产业。民视新闻陈威宇台北报道。